我原本啊，我只是要来想出来浪费个体力的，那个这个等到直播再来用就好了。他竟然就给我打赢了，很夸张。我就是为他放一个盖影然后啊，浪费个体力，我前面就满升到39然后他麻痹。他第一个效果反而没有看出来，他到底是什么效果？他翻白眼嘞，乌鸦天狗被麻痹翻白眼。来，不当比命中的闪避吗？来比呀、啊！看到底是我命中比较强，还是比闪避比较强？来比呀、啊！结果超好笑，这个人真的不知道在干嘛，这个完全一个完全没有意义啊！还降我命中哦，没有在爆他。上速度跟那个该隐一样，他在这里出动，还必死哎！你的命中还多哎！我用一直吊打你啊！你一个有没有再更难一点的、啊？我才是地狱吧？这地狱级该隐，地狱有没有？我要直接打你一次啊！呱呱呱！哎，中了奖励啊！我看一下下一发该隐会不会打中啊？啊！哇，速度激增啊！他残血速度激增啊！啊，我又把我枪命中了、啊。你那个激增那一点时间又没差。我还是可以，你的技能等于没有用，没屁用啊！噗，完，然后我就赢了，莫名其妙，超级莫名其妙，说不出来讲。